我没有开始。哦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来，不要给我十，不要。10块钱。哎，我不想跟他比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帮我移过去。看你脚了，你过去快点。你移过去。还没，啊，碰到了。哎，这个。好手气吗？哎，我单手玩看，我单手玩。哎，你真的好手气耶，1200。我单手玩看哦，还是要单手？我等下自己再单手，我等下自己玩单手。跟别人比不要单手。对，跟别人玩不要单手。好烂。25块，好手气。哎，我这个可以完全都是 secret， 但我刚按错了。哎呦，跟7500擦肩而过。600 yes， 600。我按错了啦。我7500，我刚出到7500哎，好手气。我有一个2500，超好手气。怎么可能？我本来还低分哎，不行。哎呦，我都让7500擦肩而过，我很伤心。他每一个都。他每一个都玩掉，我觉得他每一个都玩掉。哦，10块钱，所以。对，他每一个都玩掉，笑死。每个都玩掉。1000块，还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说这种不用单手。哎，51。我怎么还有？我2000。嗯，然后还是你买的。然后看你，我要看你花多少钱哦。哦，这首歌好好听哦。我好想换造型的，我靠。嗯，那你就换了，这造型要出。哎，我想换那个机器人。很多人比他高分。我靠，我刚刚买了新造型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买了新造型。我已经爱上玩 game， 我已经爱上玩大亨了。但是我觉得罗巴里面最好玩的东西。那你要养我吗？哎，单手单手来来挑战单手。我看你。你要等我，你要等十二岁才有钱。你实在是太没经验，还要没经验，还没经验，实在是太没。哦，2500，好手气。哎，好难，好难哦！不喜欢单手啊？你知道单手多难吗？我不管，我不想，我不想用单手，真的。你知道我刚才有玩那个吗？做微放课那个 Switch。你知道我知道为什么那个会很卡？你知道什么吗？页面太多，你页面太多。刚刚把那个页面弄掉之后，就一点都不卡。24，哎，我放在这边挂机哦。我这太难了，等下。好低！我一下是被炸弹炸到。
姨你喜欢打吗？你这样问呢？好奇啊。因为爸爸，喂，这个钱的数量突然我在飙高音，经营实在是美。我等一下，你等一下要去看，看什么？那个，我现在不在房里，你可不可以出去外面？你确定要所有时间都在玩游戏？我们可以在外面啊，可是外面很热哎。阳台，好，我想去晒一下太阳。你去。我没有说不行。你给我。好，等一下。我在飙到上面呢，我可以逃出这游戏的世界。小弟弟，小弟弟，你几年级？他才幼儿园。我才是幼儿园小班。小弟弟，你过来一下。你叫过来一下。边缘的。不要跟我讲话！哇哦！这首蛮好听的。不会，我等下可以用有办法跟你对决。可以。我用手机跟你对决。你确定吗？确定，用手机跟你对决。难呢？我知道用手机很难。你要试试看是吗？对吧。哦，7500啦，好手气。这游戏不用玩，等我玩完这个局，等我玩大号就跟你对。哎呀，我刚刚在弄耳机，又2500，好手机。我大号现在是怎样？看一下，然后又赚了，现在又变6700，我现在赚钱速度超快。如果是真正的大号的话，我好了。大家如果有其他人的话，看应该没有任何一个人。Let's go！ 躺着玩。没有啊，你妈妈会讨厌有人在家吹口哨吗？不会，晚上的时候是不会吹的。晚上我妈说不能吹。我晚上也不会吹。我在家。哦，这好简单哦，这是什么歌啊？吉尼实在是太美。超简单，我们一手就可以玩了，好吗？我跟你讲，我真的 miss， 我就吃大便。他 miss， 笑死，你 miss。还真 miss。不是吧？你过去吃是吧？你不是说要吃？哎呦，我喊救我，喊7500才救人过。好笑。这大人那个蜘蛛，你看大人的蜘蛛往天上飞。等等，我现在不能看。大人，我可以飞超高哎。我大人可以那个不用离到地板上，我可以一直无限飞。这蜘蛛人太强了。我飞出去，我靠！你飞出去干嘛？跟我讲。我飞出去了。我的那个防毒。王凯，你知道你钱请我们喝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是，你是请我喝的。我知道，不要当我。喝什么？喝多
就是这个。看不懂，我怎么爱玩这个？讲的我好像我很正经一样。哦，你是真的很正经，真的假的啦？好，我要关机，我看你。我帮你了。嗯，这首歌好久，饮料不是来的。嗯，真的吗？我说饮料不是来的。哎、欸，给你玩。哎、欸，乱。哎、欸。等王凯，你帮我选歌啊。最高精准度。哎、欸，有人跟你比，你不要，你不要，你要跟人家比吗？你要跟人家比吗？我想要那个自己玩。好、啊，那你先退出。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跟他比，没事。好、啊、好，都可以。确定你要单手玩？你要单手玩吗 ？Compare， 哎、欸，是你的。加油！嗯。哎、欸，你不要乱按，你看扣分了。他觉得你很蠢，为什么？他不想跟我比胜。耶，打出来了！是，闭嘴、啊。我的，这是我的吗？啊，这是我的。对啊，嗯，难喝。哦，那 bug， 喂，卡住了。嗯，卡住了。我吗？对，好像是断掉了。那我去别的地方好。走进去，那只是别人观战。哎、欸，这边有空位，可以选，我想可以选敌人是吗？我想选这个，选歌啦，那不是敌人，是谁唱的？这是歌吗？嗯，都歌啊，这是歌。嗯，我想要选他唱的，就是他这个，这个、啊、你点啊，点啊。然后你看你要哪一首歌，点右边，他的哪一首歌？最后一首歌，这是最后一首歌，对不对？嗯。选一个，然后左下角，对，开始，对，我在，我在，哈哈，最讨厌这种，我最就不会这种。是 miss， 我看错吗？没有，我的歌更。我知道有首歌更。你就转按吧。单手，等一下，大家可不可以退出啊？我有点后悔选这首歌了。可不可以退出？我想玩比较简单一点。那你就只能等吧。还是等我死掉？这模式不对。别乱按，别乱按，哈！别乱按，那我就没有你。
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吧？我秀。哇！我厉不厉害？我忘别的了。我帮你想看。我看一下。那我看一下。我感觉应该是单纯觉得他很帅才选他吧。哥就随便一首。你不要开那个，你不要开那个，那超难。一直掉。超厉害的，超简单的。等一下。我被吓到了。平常我玩的，哦，我是比那个还。好，我先帮你当引子。还是有点不习惯，试播。你miss几次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可以等一下去重那个笔记看，我等一下叫你去看。但我居然不会死掉，我来看一下。不会死掉啊？对，那我来看一下这两个，应该这边应该还会有头盾。照理来说，真好吃，是不是没有吗？WASD 酱就是等于这个。都没有放一首，这个跟我刚刚想的不一样啊。刚刚根本不是小丑吗？那又不是选敌人，那是选歌哎。这个你刚刚 miss 了，你刚错过了206次。那我刚要看这个，你自己选歌。这是这个，哦，这是敌人。怎样？我要讲究就。我喜欢福内夫。好吧，贝克瑞，你看，直接101万，我刚挂。为什么福内普会有这种歌？那我的，你看，我没喝到啊，我没喝到，我没喝到啊。快5点了，来开始整理玩具啊。
出去了。我要退出大会，都没有人陪我，烦死！里面都没有人去那人家家里。我要去你那边，跟你对决，要我离开。哦，不要，这样完结。跟你对决。哎，卡掉，国王视角。影响你。我刚按错了。哦，这什么烂音乐？我当你的敌人吗？这看起来你应该会比较舒服。哇，这个！哇塞哇塞，你看，这我看到我看，我跟你对决，王凯，我跟你对决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有一首歌，我要选歌。嗯，我选我。我给你听一首歌。来，你来选好。嗯。直接自己选角色嘛。对，我选，我选，你不要选。我选这个，这个。那，那不换，不换别的。嗯，换别的。对，你这个呢，这个也有趣，就超有趣。超好笑的，都是可以乱按，你就乱按，你家就乱按，怎么是这样子的？是，我要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鸡腿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不知道我不觉得这个蛮好听的，但是很难。太小气，没礼我靠你啊！你看我在干嘛是吗？对，你都说酸的啦。然后给他淋了一洗。哎，这个变成全场焦点。我手上，你说你算了，我记得我印象真的拿很多哎、欸，这比我印象中的拿很多啊！哎、欸，我赢你了，我先换你选，换你选，我看不懂，我看一下，嗯。这个场地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那你按开始。
等一下，人家等他照。悠悠记，是我的朋友，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哦，我也蛮喜欢这个颜色，我也很喜欢绿色。你看来我最讨厌这样子的。哇哦！手机真的难玩啊！哎，我麦克风不要拿手机。难玩的，很难哦。嗯。你有听过这首歌吗？没有。不过蛮好听的。这个歌我超喜欢这首歌。你有听过？有。那你怎么知道这首歌？没有，我随便按的，然后就弄到一个我听过的歌。我就看不懂英文了，根本不知道哪一格是哪一格啊！输了啦，我输了。我用我家的电脑还可以猜这个吗？回家你要玩了？我回家会玩啊。你还尿吗？蛋啊！有，就掉来写，掉来写。下礼拜，不是你先借我啊！那个礼拜一，我还没写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礼拜一我给你。嗯，我要拿去印，借我。你是不见了？丢掉了。就是上次你来我家整理的时候把它丢掉。我要把它留成纸，还是示范？你知道我其实我也烂掉了。没事。记忆还没有，我慢慢记得嘞。我刚刚直接整个发呆，是啊，我刚整个发呆。刚刚那段我直接怎么没按呢？我那时候我直接在看你的网呢。好，我不录。